做起来看起来很像，很像干贝感。然后它的背面是，哦，背面是这种面包哎。对啊，我刚不是跟你讲。好，那我试试看。要一口，你不能咬吗？我要咬。那太有包了，用柚子。好像中间有包东西。美国人吗？等一下，我再确定一下。我没有骗你吧？就是都是花生酱。